係啊。點樣可以攞到分呢？其實比賽是以我哋拳腳的攻擊對方，令到對方受痛楚、受傷攞到分嘅，同埋個攻擊密度啊、戰意啊。希望第一回合之後，佢哋第二、三回合都繼續有戲，因為第一回合如果放得太盡嘅話，驚佢哋第二、第三回合都係要睇嘅。大家的距離都差少少，或者每年行咗。